小颖，你竟然也在这儿！哇，好巧啊！哎，你来这吃饭啊？哦，我也是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不用了，我有朋友在，他去停车了。是不是马总啊？你们家老马真好，我们家老李就没空天天陪我。不是马总，是我另外的朋友。哪个类型的朋友？朋友。 你朋友真傻，帅哥，你闪个光，把小颖让给我呗。是这样，今天我找他有些事情要聊，要不然你把他让给我。你这男人好小气呀、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批准你跟我们一起吃饭，有什么话餐桌上聊。这行，不，米西啊，走吧，快跟上。 回家吃完饭干嘛？不知道呀。哎，薛子权，帮我看一下，我这些照片哪张好看？我不太懂，你问陶颖吧。你不是挺会挑的吗？对呀，小哥哥，不要害羞嘛。你是不是不敢看我自拍啊？ 我觉得这一张呢，你的角度并没有选得很好，所以你的下颌线没有展现出来，对吧？其实你的下颌线还是很漂亮的。再一张，哎，这一张的角度还不错，但是这个光没照好，所以你看显得这个法令纹稍微深了一点点。好讨厌啊！那这一张，哎，无论是方向啊、笑容啊、角度啊，都很漂亮，对吧？就它吧。 好的，选好了，那就发这张。谢谢你啊，小哥哥。不客气。我能不能加你微信啊？你把我微信推给他呀，他对。好啊，一会儿我就推给你。谢谢。好。 我加给你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推好了。哇，你朋友圈那张照片好帅啊！你还会骑摩托啊？啊。哎，下次的话，骑摩托带我兜风好不好？我也好喜欢。再约。
喂，美女，您这个房子续约的事儿啊，可能有点问题，续约不太行了。您看，美女，什么叫不太行啊？我们不是都约好了，明天就去签约的吗？房东前几天回国了，说着急卖房，宁愿承担违约金，也要把房子收回。所以你什么意思呢？啊？这个续租的事情可能不太成了，所以不是你现在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有半个月，我这房子又到期了，你让我去哪儿找房？你管我住吗？我现在怎么搬家？我问问你，买卖不破租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可以告你，我是律师。您可以看一下合同啊，我们不保证一定续约的呀。您不能这么干呀，咱们可是有口头约定的。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没有想到，但不是还有两周的嘛，是吧？最近房子好租，我这边呢给您物色物色好房子，您保证半个月之内搬走。In the quiet of night,As wonder if we're right. Just another day that's worth the trade. And this sun noise and rush cry. I need the peace for a moment. It's my time. I need to feel.喂，开门。